Let me know.昨天去 Nespresso 买了五条新的咖啡，然后这五条呢，我印象中有一条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呢，他说是最近好像限量版的，然后它的外形是像黑色大理石的感觉，给大家看。我就是为了它的外形，所以才选它的。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漂亮？我现在这个礼拜是我在台湾的最后一个礼拜，对，那其实这两个多月，对，我回来两个半月了，好可怕。这段期间其实我没有特别说好像有一个美食清单，说我就是要吃这个，或是有那种报复性的进食那种，没有。我就回来之后就很随缘，有好吃的东西我就吃。唯一一个我很执着的就是早餐店的培根蛋饼跟奶茶，这个我大概连续吃了应该一个月有吧，不夸张。但我想说剩下这一个礼拜不记录一下我在台湾的美好时光好像有点太可惜了，所以今天的影片就算是一个 What I eat in a week的感觉，但是大家不要太期待什么我会一天吃三餐把它吃好吃嘛，然后也不要期待看到什么山珍海味，因为本人不吃的东西太多了。今天的第一餐我弄了一杯冰拿铁，然后倒开嘛，这是在睡五分钟的杯子，很可爱吧。还有一个 yogurt， 然后上面撒 granola 跟洛神花果酱，还有我妈昨天买的那个绿葡萄，这是绿葡萄还是白葡萄，应该是绿葡萄吧。我上个礼拜才跟我同事讲说我下个礼拜就要回去了，他说什么，然后我就说对啊，我已经回来两个半月了，他就说什么，怎么感觉好像没见你几次你就要回去了，我说对，因为我们现在 work from home 的关系，我大概一个礼拜才会见到他们一次。签不签的有个없었어今天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呢会跟一个我蛮喜欢的品牌做我人生第一次的团购。那这一次要团购的，给你们看外包装好了，是这个 Pop Care 好在乎。如果你们有追我的影片或是我的 IG 的话，可能在过去几个月里面都时不时会看到它的身影。大概是好像三四个月之前吧，他们就寄给我就一箱就各式各样的 supplement， 然后我就开始挑了几个我觉得我比较需要的来试吃。那大概试了几个月之后，我自己是有感觉说对我好像真的蛮有帮助的，所以也想趁这个机会就是介绍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钱来尝试看看，来入手。我自己陆续这几个月一直有在吃的是蔬果蔬效，然后一个金盏花叶黄素，还有一个舒眠嘎巴。那我大概就以这三个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好了。首先金盏花这一罐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完全的吃完一整罐，我现在来到我的第二罐了。那大家都知道叶黄素是对眼睛很好的，所以非常适合如果你像我一样每天就是盯着手机，这一罐就还蛮适合做日常的补充。里面两个主要成分是金盏花跟山桑子的萃取物。那金盏花里面就是有包含很丰富的叶黄素，山桑子则是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这两个都是对你的眼睛很好的。我自己知道我每天要盯着荧幕盯着手机的时间非常的长，大概我真的讲十几个小时不夸张，所以对我来说要补充关于视力的维他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觉得眼睛的保养相较于身体来说，你的感受那个差别不会那么的大，但首先它本身就是一个日常保养，所以如果你跟我处在一样的 3C 地狱里面的话，也不是地狱啦，但是你
你懂吗？这个是我真的觉得大家都一定要照顾到的一个部位。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蔬果蔬效，这个也是我自己吃过了之后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有感的一个 supplement。 它里面有综合蔬果萃取物跟综合酵素啊等等，适合每天在外面大鱼大肉或是排便不顺畅或是蹲马桶都是很辛苦的朋友，我自己也是快要吃完这一罐了，就是大家如果以上这些困扰是真的真的可以试试看这一罐。那这个呢是你有需要的时候才吃，那它的好处是它真的不会是那种你一吃然后就肚子很痛脚痛然后你就一定要冲厕所冲好多次那种，它没有泻药的成分，然后你是真的吃进去之后会感觉肚子在那边咕噜咕噜咕噜，它不是效果最快的，可是它是会让你感觉身体最用一个最舒服的方式去调整你的肠胃系统这种感觉。这个也是真的我试了大概三四个月之后就很想推荐给大家的。对，再来最后一个我想要拉出来特别介绍的就是一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觉得吃之后对我来说帮助很大的，它叫做舒眠 GABA， 它叫做 GAMA AMINO BIOTRICAcid, anyway， 那这个东西大家不要误会，它不是安眠药，而是如果你有常常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或是睡眠品质很差的话，我是觉得可以试试看这个。GABA 是近年欧美跟日本很流行的一个营养补给成分，那它是处在大脑皮质中间很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之一。它其实是哺乳动物里面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可以帮忙调节你的生理机能啊，帮助入眠等等。GABA 这个成分通常会出现在可能蔬果、谷物或是一些发酵的食品，像是味噌或是泡菜，但是因为它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少，里面主要有脯氨酸发酵物，它就是从脯氨酸这个东西里面把一些高浓度品质好的这个GABA把它萃取出来。另外还有像芦笋萃取物啦、红景天跟洋甘菊萃取物，那就是可以有一些自然安神的效果。那对我来说睡眠其实大概在这几年我的品质就是一直在往下滑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抱持着一个半信半疑的心态去尝试吃这个。那我觉得吃完之后我好像真的你可以感觉到你起床的时候会觉得昨天那一觉睡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或者是你睡觉之前在那边翻来翻去想睡又睡不着的那种纠结也减少很多。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它不是安眠药，然后它里面的成分只是去调整你的身体机能，所以它不会产生依赖性。那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是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吃这类的保健品，如果可以自然然后正常的入睡我觉得是更好的。另外他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像是胶原蛋白粉啦、每日 C 胶囊、好菌复方胶囊，我蛮建议大家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有没有哪些产品是符合你自己现在遇到的问题、你的需要等等。那这次团购品项都会是两个为一组，因为其实他们也是两三个月才会办一次这样子的活动，所以大家如果平常有在吃的话，其实一次入两罐是比较划算啦。这次的团购时间呢就是在这里，那期限是到21号的晚上11:59。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你下单之后订单会成立，你在48小时之内付款就是订单会确认，所以大家记得下订之后要尽快去付款，这样子可以确保你有订到这个东西。台湾地区是订单满1500就可以免运费，那如果是香港的朋友可能就会有就是顺丰或者是相关的运费另外负担，那我印象中大概是可能60-70块港币左右，所以我这次觉得如果想订的话可以跟朋友揪一起订，这样子你们可以也一起分担运费。这样子满3000块台币他们还会送一个像这样子的小药盒，所以就可以放你每天常吃的 supplement 进去。就是其实我自己心里也蛮紧张的，就我自己没有做过团购，但是我自己吃了几个月下来我是真的还蛮喜欢 PopCare 他们家的产品的，所以想说趁个机会也试试看，然后有这些比较优惠的东西也可以介绍给你们，但大家也不要有压力，我觉得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做订购就可以了。最后大家如果对于团购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去我的 IG， 因为我应该会在团购开始之前有一个就是 Q&A box， 那希望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疑惑这样子。好的，我快速的换了一个衣服，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吃一个我感觉很容易会喷洒到衣服上面的东西。刚刚已经用电锅弄好了，但我现在要做一点配菜，打算来做一个韩式的菇菇蛋卷。Demande tout
l'horizon fait quelque chose. Et entre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是金家 A 他们家的辣炒年糕，印象中应该是 cheese 口味的。然后今天一次煮了两人份，跟妈妈一起来试一下。看起来有点卖相有点失败，但是这个是这应该算是韩式咕咕烘蛋吧？可以吃吗？吃。这蛋呢，煎得很漂亮哎。不是，我觉得那个电锅一打开，还有一种高汤的那种味道。嗯，哪里可以买？他们的网站，但是已经卖光了。嗯。那个楼下说我们的瓦斯表还没有抄下去、哦嗯。我说他啦，你们吃这个晚上还会吃吗？啊、那个吃那么多还要吃？嗯。I was thinking about way back when I thought I had it figured out when I thought that I knew what to do and I.今天早上我已经先给自己做了一杯 latte， 但是呢，喝完之后就觉得很想续杯。那在家里有一个咖啡机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想喝几杯你就喝几杯，所以我现在来做我的第二杯 latte。想要今天要喝哪一个呢？换一个好了，第二杯来个紫色的。然后牛奶是这个初露，我必须说台湾的牛奶种类比香港还要多好多，就是去超市就会看到这样一排。我记得小时候的牛奶还没那么多，然后现在就真的是各家品牌百花齐放哎。今天的午餐是鼎泰丰。最经典的排骨炒饭，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鼎泰丰了。鼎泰丰是真的在国外很红，但是在台湾也很红的一间餐厅，就是台湾的在地人是真的会去吃鼎泰丰的。太多了。嗯嗯，对呀、啊。嗯。好的，现在马上又到了晚餐的时间，我的脸怎么看起来这么的白？我们家的食客现在已经回到家了，我们家食客就是我家爸爸。然后今天的菜单会是水饺跟酸辣汤，所以听起来是不是很没有难度？但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平常家里很常会出现的一个菜单。用那边这个锅子是不是？对对对。然后加水。哦，对。你女儿在外面是活得很好的，妈妈。我知道。学滚了，把水饺丢进去，滑一下。你会煮啊？我会啦，加三次水、哦、就去翘脚了。我妈居然怀疑我煮水饺的功力，我毕竟也是在外面生活过的朋友，妈妈。嗯。For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等一下，我已经约好了8点要去按摩，因为我今天肩颈实在是太酸痛了。我妈每次啊都很喜欢把那个汤包上面建议的那个水量再给它 double。每次喝一喝，我想说为什么这个味道这么的淡呢？然后今天我就只有比他建议水量再多一点点而已，有比较，他应该是要这个味道吧？应该吧？
我去拿筷子。其实我们家吃饭真的蛮无聊的，都没有什么大菜。大家看我在香港自己煮饭，应该也可以感受得到，就真的没有什么太 fancy 的东西，真的家常，真的是家常。今天早上我要先去打那个 B 肝疫苗，然后我要去检查眼睛。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 上衣是 Nicole Ann， 然后裙子是一个香港品牌叫 Rococo 吧，棕色的小包包。另外等一下也是要去公司的日子，这是我离开台湾前最后一次去公司了。You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 or cha-cha, rumba or salsa, 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 No?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发出一个可怕的声音。Fall onto me, slip into you. Our bodies twist and turn. You got my vision blurred, and now my mind's in a whirl.Keep on spinning me around, girl. 我想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财务长，他叫做 David。嗨，各位大家好。我必须跟大家讲，他今天是特别有着装。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身装扮怎么回事？他平常不是长这样子的哦。有早点起来洗头发。你觉得要进 Prospect 需要什么样子的特质？我觉得要有活力嘛。嗯。然后。热情跟敢冲、嗯、特别是热情这一块，就是它可以让你发挥你想做的任何事情。所以是在 Prospect 很容易失去热情是不是？我想一下、应该是说我来这边之后热情被点燃。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啊，我那时候刚认识 David 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刚进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我们公司的尾牙，然后他就一个人在公司算什么。对，我在做符合法令的申报，所以就没有去参加尾牙。然后全部的人都打电话一直给我，叫我去参加。你很棒。好了，你今天的妆法很成功。那祝 Cynthia 你去美国好好的充电，好的，然后有空再回来看我们。好的，真是太官腔了呢。Yeah. 我想给大家看我们家的法务怎么会这么可能这样子做啊？啊，我要跟你开会。哦，好。这个是有点突然，好的，没有小事而已。好，那你就继续在这里哈。Esta 加油，今天晚上来吃青花椒。你是在录了是不是？对，我的刘海怎么变成这样？然后海鲜腐皮，它一样是豆，豆皮类，只是它的成分有鱼浆。哦。刚服务生贴心的送上了围兜兜，我觉得是假的，不需要。对，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浅色的衣服。Had to ask a question if you happy, girl. I'll change your mind anytime in this happy world. Let's go and kick it, you and me, and see what love unfurls. Cause girl, I bet you love some tugging on them lovely curls. Hold up, a week up after that, believe we started dating. My heart was racing, but never felt my time was wasting. My mind was chasing, ain't no debating. I'm feeling you. I'm trying to get together, figure out what to do. Even after some disasters, we were making it work. But never did I ever think that you would do it. 今天早上呢，我会短暂的 work from home， 然后等一下我就要出门去找 Jasmine， 然后跟她在一间 cafe 里面工作。自从买了咖啡机之后，我们家的牛奶大概每两三天就要轮过一轮，因为这个我记得我两天前才买的。然后我刚出去买了一个高大鲜乳，因为我印象中之前好像蛮多人说高大鲜乳好喝的，但我也不知道，因为才是太多种类了。说我的那个眼睛应该是真的平常蛮疲累的，所以就建议我除了少戴隐形眼镜啦，但是我现在要拍片，所以还是有戴，少戴隐形眼镜，然后多休息，然后不要一直盯着荧幕。那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真的就是需要长时间可能盯着荧幕或是盯着手机。这是为什么我会吃这个叶黄素的原因。吃一粒两粒，大家看自己的需求，但是你就把它当成是日常保养这样子。哦，然后像我昨天不是去吃麻辣锅吗？然后，虽然很好吃，我必须说青花椒真的好吃，但是，说真的也是蛮油腻的啊。所以我昨天回来之后，虽然没有拍片，但是我有吃了一颗蔬果蔬效。简单来说，就是我今天早上已经觉得很轻盈了。
大家懂意思了吧？那个是我需要的时候才会吃，然后像这个叶黄素或是我现在吃的这个好菌益生菌，这个就比较像是日常保养，我就会天天吃啊。Mosi，哇，现在我的广东话真的变得很差，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说广东话，但是你可以不用露脸，你跟大家 say hi， 嗨，嗨，嗨，我是爸爸，是谁啊？在跟谁啊？好，拜拜，快去示范，快点。我们刚刚在 Costco 也买了一堆食物，哇，披萨，这样一块只要60块台币耶，哇，看到 Costco 的披萨。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是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部门来了一个法国的实习生，然后因为我们公司旁边就有一家 Costco， 所以有时候中午我们就会带他开车一起去那边，跟点个披萨吃热狗，这样就很便宜。每次我们只要一起去，然后他点披萨，他就很坚持用刀子跟叉子吃那个披萨，就是一定要很优雅这样，那我们都会笑他，然后就反击我们说，我才不懂你们为什么要吃 taco 呢，很无聊的一个争吵。But anyway。Good morning, everybody. 我现在整个人好浮肿。我等一下去做 PCR， 然后因为他很早，要8:30之前就报到，我的脑子跟我的身体还没有连接在一起。但是呢，今天早餐是富航豆浆。你不用排队，我进去排了大概1分钟。Different waves, different strands of life, primal codes, cryptic by design. We just flow like two floating lights. The river's wild. 我现在去做 PCR， 然后我应该会是做急件的那一种，所以今天早上去做，然后应该下午大概4-5点就可以拿报告了。好的，各位，我现在要来帮我妈煮午餐，没有啦，是帮我们两个煮午餐。今天呢，妈妈指定要吃辛拉面，今天呢会比较丰富一点，我们会有蛋啊，然后打算加几颗这个蛤蜊。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但虽然我不吃海鲜，可是蛤蜊是我很少数会吃的海鲜。Are great,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